Also a master of Yang and Sun Style Tai Chi. Experts say that Sun Style Tai Chi is particularly suitable for elderly people.方秘术老师今年72岁，方秘术老师今年72岁，大家都知道他和丈夫李德印老师一起发明了太极功夫扇，两人有合著西洋美太极功夫扇一书，并且是太极功夫扇的最主要的示范者之一。但其实方老师的杨氏太极拳二十四式太极拳，太极剑等都打得非常之好，孙氏太极剑，太极拳是太极拳的五大流派之一，被认为更适合老年人习练。今日方秘术老师教授亲自表演孙氏太极拳，大家都是非常有幸的可以看到。